上丁就来给你送饭了，你再等一下啊。哼，嗯，妈，饭来了。大妈。我给你做的鸡汤。妈，你是想躺着吃啊，还是坐着吃啊？躺着怎么吃啊？那我扶你起来啊。哎呦喂，你别抠我肉啊，又烫死我了。哎呦，我来。那你来。哎呦喂。嗯，这汤太香了。来，嗯，把那毛巾拿来垫一下。哎，我来，再来一口。啊，嗯，来口饭吧，你最爱吃的。尖椒干豆腐，我自己吃。妈，你看，这照顾人呐，女人啊，就是比男人细心。我照顾你这么一会儿都照顾不好，要不以后我给你做饭，让狄英在。你做饭不好吃，油炸太费油。那行，那我在这儿陪你。啊，多吃点。再喝口汤，喝口汤。那你喝一口。你先喝。妈，那要不我回去了。哎哎，你吃你的，我不回去，我陪着你，反正也过了饭口了。妈，妈，吃药了。回来了吗？啊，店里怎么样了？我没去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就放了。哎呦，慢点吧。饭好了吗？好了。哎，你妈说我什么了？我妈没说你什么呀。不可
可能你妈能放过我？哎，你别老把我妈说的那么不好。你妈现在眼里根本就没有我，用一种词儿来形容叫忽略。不过我无所谓，这样挺好的，让我自由自在的，没负担。丁，啊，丁，哎，你吃不吃饭呢？啊，吃，好了，来了。淡了，淡吗？今天流水多少啊？3000，不算多呀。我这一个人领2个棒槌，那我这些就不错了哈。哦，也是，他说的有道理。腰杆挺硬的啊。小慧，你明天要是还不来的话，咱们得少做一袋面了啊。行啊，听你的呀。嗯。我还没死呢，这家我说了算。哎，老太太，我要是您啊，我就靠那沙发上颐养天年了。您又操心的命，那双手往上端，您都做不到佛龛上去。妈，明天我带您去医院复查，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去包子铺帮忙。那你早点回来啊。行，听你的。你怎么了？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不能。难道你是为了那个男人吗？我是为了我自己。你之前对我们之间关系的总结，我觉得都是对的。我们一点都不合适。难道你这一辈子都不能原谅我了吗？老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答应给我回上海好吗？我不回去。你别撞了！你不要再撞了！放开我！你别撞了！我来之前，你可是说服不了。我回来要再回一次。你别撞了，我求你了！我跟你回上海不行吗？谁？我。你小子怎么回事？电话也不接。你想杀谁呀？你够狠的。这家伙到底怎么了？别烦我，我看出来了，你肯定遇到伤元气的事儿。来来来，我带你出去走走。我靠，死了！走啊！起来起来，别再碍手碍脚。你让我帮你擦碗的，这干也不对，不干也不对，你要我怎么着啊？我能把你怎么着？我就把全身的劲儿都使上，我也拼不过你们母子血缘呢。丫鬟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把自个儿都给你了，在这个家，你要是不护着我，那你可真没良心。
那我也都给你了呀，我还能怎么着啊？你给我什么了呀？怎么着？我让你娶我，你能娶吗？耀辉，哎，耀辉，来了。妈，怎么了？干嘛呀？你以后少跟他腻乎，小心沾了一身烟灰。妈，我俩已经。那事儿不能算数，又不是你强迫他。周瑜打黄盖，啊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这事就扯平了。咱家一丁点都不欠他的。